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熊孩子和米斯拉究竟在迷你世界中他们两个谁更厉害？众所周知，熊孩子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手中拿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道具？这个道具的名字叫做 TNT， 是一个炸弹。而米斯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手中什么东西都没有拿，并且他是一个苦瓜脸，每天都会哭泣。如果你喜欢米斯拉，请点一个赞。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双手没有手指，并且什么东西都没有拿。而我们发现老官方送了米斯拉非常多的道具，你们看，有火箭，还有起源立方，更重要的是每个版本的超级武器米斯拉他都拥有。那么米斯拉他是最强的吗？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并不是，他不是。根据迷你世界所有图标列表，我们发现酋长、熊孩子、米斯拉排在第三位，而熊孩子排在第二位，并且熊孩子可以骑在迷你世界上，而米斯拉从来没有过。所以说熊孩子的地位更高，他更厉害。